适应力现在是9.8一公斤，然后这边设置到一公斤，点击自动测量，输入该压痕已知硬度值，703，然后确认标定，再发送摄像头，标定浏览，改名，改成与那个机器对匹配的40倍镜头，确认。然后这边就有了一个选择40倍镜头，下面定10倍。